今天咖啡买一送一，连续四天假期过后要上班，有小确幸。像莱尔富超商主打咖啡优惠，只要出示活动页面，拿铁、美式、热可可，通通买一送一。应该也会吧，因为就每天都会喝咖啡啊，应该会找同事一起买吧。就是有比较优惠啊，但会想要跟家人或朋友分享。另一间超商 Seven Eleven 也在二号推全品项第二倍半价优惠，吸引上班族目光。包括连锁品牌星巴克也推期间限定，买大杯查瓦纳系列饮料就能抽祝福，里面含有饮料折扣。因为我平常会喝咖啡，所以如果有打折的话，我就会买。就是可以省钱啊，就是很轻松，可以就是大家一起 share 一杯饮料。各大连锁企业纷纷在上班第一天推出活动，像下图咖啡从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推饮品买一送一，一克咖啡则是使用专属 App 就能享有咖啡第二杯半价。OK 超商技术咖啡买二送二活动，下载 App 都能有折扣。四天连续假期过后，咖啡优惠带给上班族开工小确幸。三立新闻马超陈佑荣台北报道。